听众朋友，早上好，这里是春节特别报道。今天是腊月二十四，距离春节还有几天。王总，你说的那几点修改意见，都给您记下来。当面约谈。好，我现在我就过去。好好好，待会儿见。很多人们最关心的就是春运期间能不能赶回家。那么下面我们来聊聊有关春运的最新消息。今年不出去旅游了，一会儿去爷爷奶奶那儿过年，知道吗？你要听话啊。还记得多年前忙碌着抢时间，期待着某一天我啼哭在人间，忘不了那相片，全家福做纪念，激动着笑的脸，泛黄了心未变。世界跌撞着好疲倦，人生呢还遥远，总抱怨很讨厌，流泪了又擦干，好的故事起伏不断，孤独的那夜晚，认真看着老照片，长大后更想爸爸。养不活他吗？管得了他一辈子？这在我眼前不能你管着，就这样了吗？你说行了，你走都不要回来。无畏的小少年不见了，转眼间这是我才发现，曾经的已蜕变，模糊的旧照片，明媚的我爱的那张脸，有一天有一年，能不能还给妈妈容颜，成就我的明天，牺牲你拥有的一切，那张全
多灿烂。